哦，这个投手犯规，除了牵制这种大家最常看到的一些案例之外啊，另外大家就二分法，一种就是你该停顿、该禁止，你没禁止，该连续，你没连续，哦，那大家就是会造成中继安所讲的不自然的状况。那另外大家就是发生在牵制的时候，哎呦，哇，这一球刚好落在线内，哇，这个厉害了，不会死了，三垒上猫子回来。 哇，这个厉害了！不会死了。三垒上猫子回来。哦，姜子健也厉害。对，今天打的两支的二垒安打。在。投手球队是新农牛队的姜子健，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，也算是帮他自己做了一个蛮不错的自我介绍一样。这支安打呢送回了三垒上的唐兆廷，也让白队呢再添一分。哇，这个内角球能够打安打不容易，出棒短截有力了。 缩着手，然后加快挥棒的速度，形成的一支二垒安打。